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九啊。我现在人在这个防疫旅馆，那就是没错，就是我新冠肺炎是确诊了。是我们的宇宙，可攻可守，可战可走，同心同仇，共生共斗。用无所不在的沉重，把所有象限都冲破，像黑暗之中的烽火，我笑过，疯过。